哎，干过活，干过活。这大兴安岭出来的，还能不砍木头？这先生怎么出来的？拿一张熊瞎子给追出来。小心眼睛啊！小时候我爸就说这个看放炮的不看砍柴的。对，崩眼睛。叔您小心点。你扔那里。云手，来，来。你来会儿，可以撅了吧？没。哎，我能砍一下吗？行，来，给我那个，我上那边选一根去。小心手、啊。就这样是不是？一定要小心。